最后一把撞车高分队能不能一局直接渡劫。昨天我们通过打海岛战神局也得知了一个关键问题，只要是大图不吃鸡，哪怕进入前五名淘汰的对手再厉害也基本上不加分。然而更夸张的是，打老爷岛零淘汰竟然让我在这种如此高分段情况下加四分，以我判断也就是在7300分前都可以通过小图来快速打分，段位高后再考虑大图也不是不可以，前提是一定要稳健。现在我们的段位已经来到60多，还差30分就可以渡劫25颗星，距离战神线也还差500分，而我的目标是省18200，可见我的压力有多大。是那个死人喷漆你知道吗？这是今天的第一把游戏首战局，先简单做个劳池鸭蛋。队友脸上就有人，我因为没头打得特别猛，各位要注意不要犯我这种错误。之前经常红温导致吃死鸡也是一种教训，在冲战神时候要尽可能稳。光明正大压我脸直接秒蛋队友，那也被破点。我没烟。地上。我想要吃雷啊，你给我起个烟。已经知道人在反坡，队友的位置肯定要被灌雷，我们必须顶脸上打。过来了，前方有危险。这下放心了，没有捏雷也就等于变相救队友一命，差点死鸡。我都无语了，听他们在火焰村打起仗来人数也没多少，那必须平推。小眼睛看见有人过点队友老局，我们就收手让，反正我是第一把首战保底都会有20分，要大度一点，前方有危险，给队友爆点跟着避免出意外被强补。 OK， 收下这个灭队，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独狼抱团去找队友，都被吓出猴叫，这里让我打成丝血，必须猛攻。我操，生怕被 K 头直接收枪跑。已经看到了，但这个猴子队友竟然特喵修缝给修到。哎呦我操！开局第一把我们两个淘汰，算上首战分可以加多少？一共23分，不愧是我每次第一把都先牢。紧接着第二把牢中牢。我操，又有地方，八百个地方，29个人他妈三，我操，29个人四个地方是吗？这谁能想到两把科学馆都没有跳人，而且还是在航线？那我们只好开车随机找二落幸运仔。哎，爆了，我头上有一个，卡掉了吗？就你了，真的很幸运，直接抓掉一个。决赛圈一直在管子架人，这下看见一个干拉的直接抽掉，拿下五个淘汰，逐渐把落地的老局补回来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，拼要的还是被猴子一枪黑。真的要气死，三人队伍里带一个猴还可进 K 头，但明显不质量，五个淘汰也只加三分，发车第三局没戏啊。我这里刚摸把枪，一直以为管子就一楼一个人，没想到直接被蹲。人机着你上去送。在队友不断压力我的情况下，我自己没有淘汰，碰见猴子零头也都选择让步。我零枪，我零枪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淘汰，但还是让了最好，谁叫我是个好人。全队都没能拿下管子，而且还给了中心点，被迫启动方案二。敌人偏要直到管子不再圈我们进。来了，过了，竟然还有比我们更狗的直接偷了我背身。而且管子队的人貌似很想吃我们一队，全部压在队友脸上。救起来后必须一个人架后面的老六，剩下人去和管子这对满编肃清。要吃雷暴，别过来。关键时刻还得是老六，老六出手，队友再放倒一个直接顶。来，上倒一个。差一点就要被夹着打，幸好有 A 人，队友在抗压，逐万摸进来的那一队现在直接去包。残巨残，过来打一个思绪，至少两个，起步一个在一楼，先捏顺爆炸倒一个。对，一楼。你还一个，还一个，还一个。又是差点被强补吃死鸡，幸好我们跟着够快。不给。我给你零。猴子又是老局，那就再让一个，你无妨看见在石头后面打残血给标点。不给。汪粉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汪粉。前方有危险，等我。有人跟我没有？哎，加什么？最后以三个头加四分结束段位，也已经来到91。这一把是要多惨有多惨，连枪都摸不到，落地架被人追着斗。一把烧火棍，但凡是个连发狙，感觉也不至于这么狼狈。继续拖着，这时候一直在喊队友来帮，要是掉了一命，就会是零淘汰开局。管子也只有他一个，还以为这把会没头，一直到决赛圈也还是捡到五个。拉了，跑路了，这鸡巴 P90 我玩啥？ P90 我他妈打鸡毛。前方有危险，队友一己之力还想买满编队的点，结果被打了两枪，绝对不是因为枪械优势打不过。枪再好有什么用，把他们车和马一起卸了，照样被架死在毒外。那就是最后的4-3，直接去拦截。两个高移动全被队友顺秒，只剩下这队最后一个人还在拼药，一直找怎么都没想到就在我们脸上。哎，我看到了。我一直踩在火焰山看人的时候都没发现他，最后一个终结被队友拿掉，这一把五个淘汰喜提四分，现在距离渡劫也只差最后的五分。都知道我每次打渡劫局时候总会被整活，要么特别牢，要么就是差一分渡劫，那么这一次可就不一样，直接就是把队友卖去科学馆，咱们一个人落很久没来过的也去捡漏。这小子明显比我快，而且比我先拿到物资，都在等死时候竟然发现他只拿到了昆弹，当着他的面把脸上的两把枪全拿跑，自己都没想到。救我的三个没听清队友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要去干大事。到手的坤哥还有人跟我抢，必须安排掉大分。又落下来一个俩，坤哥都被打，那就拿你俩补偿。
买走一个，我的状态也不好，先准备打血。因为考虑到俩人刚刚落伞，以为都没有物资和投掷物，也不会想到给我捏顺棒。我手里还剩下一个闪遮不救稳池，真就是说什么来什么，一颗雷给炸飞，紧接着被第三个落伞的补也是没水了。牛逼，队友那里也没能打出来，而且都不在圈那就飞海角发育。这一把的人还很多，只是落地掉了几个坤哥和我抓的二命。这把的加分也是让我没有想到，简直起飞。我们全队都要多，而且光明顶有圈骑马从水里游过来，一路偷家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们俩跳了。队友这里脸上跟别的队也在互卡，紧接着来了俩送头的，一个下的原地跳马，另一个被队友扫掉，我们顺利踩下光明顶。牛逼。刚开始卡我们的那一队也看见情况不对，拉回蓝方，这时候被队友狙掉一个。快马加鞭压前面断崖给防区灌雷。这金雕，金雕，金雕，有危险，有危险！倒的在厕所那边，掉进了一处，倒在厕所，这里坡这里有一个地点，出地点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！大残，有一个大残，前方有危险，有危险！队友说大残，那就继续火力覆盖。不是，这都没有倒地，难不成差一点继续灌？严重怀疑队友报了假信息，两颗雷都喂嘴里了，属实奇怪。现在投掷物也已经捏完，拉个侧面小枪线，看看能不能换位置打。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，后面那个石头。这队友斗鸡眼犯了，炸了老半天，一直都是错误信息。这下全被捡漏四个雷下去，空气大残。六个人跳前三，而且我只有两个淘汰，感觉又会是加小分。蓝海漏的枪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。这些雷在我身上。哼，需要离开哪里？别了，一楼楼一个。哎呀我操，这真的是一个比一个 K 互相抢头。就在我以为这把两个淘汰又会是加三分时候，也是没想到六分七了，六分特喵，两个淘汰五分大分，这把肯定是吃了一对二十星才加这么多。我自己都没想到竟然一把直接渡劫，有点出乎意料，还得是老六岛直接就可以提前下班。两个淘汰五分大分，在二十五星局里等于进一把海岛，要是一直四分五分加，那肯定是老六岛上分速度比海岛快，三岛除外。截止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成功拿下二十五颗星，又离封神线近了一步。明天就可以刷新福星和五把限定，挑战五把的时间就能加小一百分，而且还有新的活动，两张周年庆送的双倍上分卡，又能白嫖不少。摔死一个那一对，十六星，十一个十六星，来我看。